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45页第三行，从第三行看起。这一小段是介绍集注，前面说的是经，这个汇集这部经确实有必要，对经宗贡献非常之大。世尊多次的宣讲，最后这个汇集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，把过去所讲的精华统统汇集在一起，让人家读这一本呢，就把过去所有几次讲言呢统统都读到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，也是众生这个世尊呢念念所期许的。我们相信做这些注解的人也不是凡人，至于做的不完全，到后面再做，这个都是为众生做实现的，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，不能够草率，粗心大意，这个是做不圆满的，无一不是给我们后人呢做示现、做典范的，都是我们学习的材料。